觉得未来会被 ban 吗？快点被 ban 吧，这样浪费就在现在就够了，这样子。下次也做。今日咧呢个三打三咧，最后咧系俾人 DQ 咗，因为我哋有个队友咧就冇打啱自己中文名，但系唔紧要，我喺大堂度咧见到世一，世界第一。Hello. I really appreciate this opportunity and thank you Bandai. And now I want to say Malaysia best. Hey, hello. 怎么样称呼你啊？我叫冠荣。冠荣。嗯。如我所知道，冠荣，你昨天在打这个 One on One 时也是第一哦。嗯。赢了，然后就穿着拖鞋很chill的就拿了第一了。哦、没有，我来几天吧，我没有带包鞋问。你热吗？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，我想观众也感兴趣知道的。之前是得了世界第一嘛，然后你觉得你的生活有什么变化？我知道你那个卡片是放在那个香港其中一个商店里面寄卖，你放很多地方了。但是你感觉你当了世一，然后你有生活有什么变化？比如说什么打卡牌的时候有看到什么人？哦，世一这样、啊、会有吗？多，要下一次大赛也要做到这样，还是你觉得啊这样现在就够了这样子？下次也做吧。对啊，昨天才做。对，就拿了那个资格嘛。因为我要看过你的牌组，你的牌组里面是没有下记得的，就是很跟其他红紫罗有一些区别。哦，记得的话，如果是旧的环境，我一定会下。但这个环境其实我觉得还行，它已经没有那个将大的优势在了。其实它意义也不大，因为你打这个环境 ，OK， 以前记得是你用了离的效果过后 ，maybe 你可以拉 Mr. Do 还是什么剩两块，不过你会有更多钱可以直接排着一只怪。对。但现在没有，现在我需要的更多是资源。那个好像那个 Miss All Sunday 那个罗宾，对，他可以我拍出来，我可以抽牌。抽牌可以。对，我的内战，不管是我手拍，还是我雪跳，还是我打其他卡组，我打黑色还是什么，就最难打的那两副。对。都是我手拍出来，我换一张资源更好，好过记得。因为记得要靠那个红紫罗，他回东才可以给你那个直东。对，因为记得不能转牌，记得每次下来的那时候是亏牌，我手牌减一，但是罗宾我可以再抽的一个，我多一个可能性机会，因为就是红紫罗来说，就是手牌比较重要，比如说雷九，还有那个 Mr. All Sunday， 还有 Queen 啊这样，对，这样就可以做一个类，反正内战的话，你只是要因为。OK， 罗宾做的东西跟基德做的东西是一样的，可是罗宾他做了，他可以多抽一张牌。对。然后因为基德，你的对手也会解掉了，就是你没通常要预料你的对手每个回合就是会解你一只怪。对。他通常是解最有价值的那一只怪。对，陆奇就很常会解。啊，对，我想内战，然后可是陆奇也是会打个这些东西，而且罗宾也是五费，五费也比较难解一点点。对，明白，哦，是这样子，这个是很。尖锐的问题，你觉得红紫罗未来会被 ban 吗？会买个小广告先，成日听啲观众讲咧，想同我一起爆卡开卡，机会嚟啦，飞云！咁我会喺8月头咧就会举办呢一个南美老公爆商联谊会，就会邀请你哋一起去开 PRB01 嘅，想唔想感受一下开个尼卡嘅手系咩味道？咁就要嚟感受一下啦！到时咧会同大家食下嘢，倾下偈，交换下打爹嘅意见。仲會有神秘嘉賓添噶，活動詳情咧喺呢度。有興趣嘅朋友打開 description box 報名啦。係咪想要南美嘅漫畫？喺嗰日我哋一齊抽，一齊爆，一齊做南美嘅老公啦！ Yeah！ 你覺得紅紫羅未來會被 ban 嗎？快點被 ban 吧，這樣爛的一個 deck， 快點被 ban 掉。為什麼？我其實也不喜歡打這個 deck， 因為它的 OK。如果你給我的牌，我們以全勝的，我就想說你手牌程度來講，你最好的一個狀態是 100% 作為定義的話，就你手牌最好定義是 100%。对。然後你我的對手 100% 不用緊，我的手牌70%，我覺得我能贏。我的手牌60%，我也觉得能赢。可是你给我那种30%手，我是不能赢的。可是打其他 deck 那种比较技术含量多一点的 deck 哦，你的手牌烂一点，你是可以用技术去拉回来。虽然这个也可以，可是我的对手一直天胡我，我也是会很累，我会打得很辛苦。意思是说红紫罗的上下线很大，上下线很大，对，那不稳，我不喜欢不稳的卡组。OK，
但是不够稳。OK， 但是他稳，这实在太稳了。福牌、普通、铺长，就是交换罐。太快，对，太快了。有一些其实手牌不要太烂，好像什么四张 Rodon 五张这样这种东西在手，通常来讲都是赢的啦。就是对，可以用技术拉回剩下那一点点差。对，所以说你是觉得除了红紫罗会有机会被 ban 掉，你觉得还有什么卡片比较有机会？红紫罗，我觉得他 ban 头比较好，直接 ban 掉这个头，我比较看好。然后黑色吧，黑色应该会动一点。看你要动什么，有很多东西可以动。比如说，你可以限制莫莉亚，你可以限制 Rebecca， 你可以限制露琪。你要砍几张，或者你要直接禁掉哟。不会有机会，露琪的场地还好啊。其实那个场地我觉得还好，因为那个场地绑 CP， 下个环境就没有用了，所以我其实觉得还行。对 ，OP09 他也出了一些新的卡片的情报。未来你看到哪一个牌组比较他有机会 T 零？现在这个情况来说，如果他 ban 掉红紫罗，然后再东倒黑色，我又想玩红绿罗。红绿罗，对，我觉得下一个环境那个黑胡子感觉不错，可是他卡没有出完。对，那个三只好像也不错。三只就是那个苏公流嘛，对。还有那个卢菲吧，五档。五档卢菲那个效果太都不错啊，逆天。可是要等出完其他卡才可以。对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因为我的频道也很多打卡的朋友在看，如果现在我是进入那个 One Piece， 我想选一个牌组，不要太复杂的，我就新手入门，你会推荐哪一个牌组？新手入门玩黄色吧。黄色很容易上手。哪一个都可以，黄色的话。对，卡二跟艾尼路吧，雷神。可以，那就相对来说成本比较高，但是它比较容易玩。会高吗？会高啊，那个艾斯还有那个卡二现在。艾斯现在好像不高，卡二要复刻，复刻就便宜了。对，要复刻，对，我忘了这个 PRB 零一。然后你是第一次来香港打比赛吗？第一次。第一次来就拿第一了，幸运。除了那个第一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卡片是你就是比赛拿的？我有香克斯，很多香克斯。编号，然后我还有一号的香克斯。呢啲张系003，呢个002。系。002嗰张咧系亚洲区嘅亚军。然后我还有一号的香克斯。一張路飛就是美版咯，美版，但係佢003試過開價開到38万。然後我有編號路飛，三船長都有，三船長都有，對，差不多這樣。然後旗艦的應該都有。OK， 所以家人們知道你打卡這個事情嗎？是啊，他們是 OK， 這是很支持的。OK， 那你自己本人有没有做其他正職？就是没有，我还在读书。还在读书，哇，太厉害了。当时我在那个 Twitter 看到他们说你是找到 One Piece， 我觉得对，太棒了。有机会的话可以跟你打一场，对，有机会的话，对，谢谢你，有机会了再来香港，对，可以，谢谢。然后就大家可以 follow 这个我们的马来西亚系冠荣，耶，谢谢，耶。